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啊！你给我飞过去啊！你妈不是带着吗？你又想？我觉得差不多要回去补一下。这边啊，这边有子弹。哎，不对啊，那边右边就有子弹了。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只找你。这边。啊，触发敌人了！敌人了，一直重生。应该不是重生吧？应该是触发到下一批吧。果然。我要被他们逼离开自己的智能掩体。谁？啊！往回爬，爬。我已经没有那个炸弹了。为什么你开复活，复活那么快啊？来了！我后面有一只，可谁可以帮我打死他一下？我前面有三只还要打。好。躲在一个地方，炸弹的余地。他们有一只哦。哎，救命！帮一打，死了。炸弹啊！啊，我怎么自己回去吃炸弹？有点蠢，一片漆黑。快点死啊！还有一只啊，太好了，差点被那一只打死。为什么在那猫旁边被炸？萌花来了，等一下再捡啊！东西又不会消失。I'm sorry, it's an exposed position. The Rikers aren't stupid. They'll be coming for you. And after when you get on the way in, they're gonna be. 周伯能讲他是艺术小说里面一个角色，所以说不算是萌，他那个兽色啊。传弹哦。哎呀，我们来不及放冰台。啊，破坏我的！你右边还有一个。散弹枪！我觉得他们只要全部都出那个，全部都出散弹枪的话，这样这散弹枪太难打了啦。
不是我啊。我是打困难哦。为什么会那么多纸怪？没有危险哦。啊！我被这种。你们全死了，你们都要放弃了吗？全死了也只能放弃啊。Unfortunately, you seem to switch and run. You're gonna have to hol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 powers up. 这下子弹都不会。I'm sorry, it's an exposed position. The Rikers aren't stupid. They'll be coming for you. And after what you did on the way in, they're gonna be out for blood. Warning, hostiles detected.我们现在看能不能分开来，就是分两队，然后散弹枪来全面，就是全速攻击。都是散弹枪，而且我刚刚在看我的画面。我等一下，我先找个地方稍微躲一下。八哥有散弹枪。哎呀！完了，太强了！我枪被你打爆了！哎呦，叫你娘！哦哦。我们先分两队，就是两个人，然后最后排两排，然后他们靠近的时候，我们先丢机枪，然后最后一人丢一边，丢他们那个左右边。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再一直狂打，就是两个人打一只，不要全部打一只的话，这样子其他都上不完。那我在左边对着那个门口，这边有点远，要不要在这边呢、啊？他们可能会从这里过来。我站这边应该可以吧？太远了，好吧。补血都来不及了，稍微有点距离，要轻机枪来帮忙好了。该死的三连枪！只要智能掩体一失效，我就很容易倒地。啊，我记得另外一边好像在这边。好多只啊！有狙击手。我那个波送断掉了。呀，危险！我尽量触发火力压制，小心你趁机打。你打，我换到后面。哦，完了！那我现在死了。刚波送怎么断掉了？啊，导演！哦，有一只跑过来。还是导演。等一下啊、哦，等一下，你可以爬过来吗？不需要了，我要爬过去。爬到好。好，这里有敌人哦。好，我知道。看一下。
想说我很担心的，而且我娘就是全中国。啊！哎，我活着，活着。我来救你了。那边有一只狙击手。刚刚不是锅上好像是好像会断掉的样子。Additional hostiles detected。啊，你要去哪里？对了，刚断线了。对，有一只金车狙击手，快死了，死了。小旭，等一下啊！你可以尽量往这边爬吗？哎，你要去哪里？太多了吧！哎，这边不是有敌人吗？全部都拒绝到那边去了，我马上回来，我不应该丢弃了你们。后面的加工了，加工了，快把救起来！稍等啊，卡到东西。熊，我再往里爬。在哪里？要打你们！小心，那边有一个人。我半机关了。好，我只能爬到这了。你要前进一段才能救到我。我前面还有人在那边，你最好先解决。我先用我的机枪被你打爆了。怎么？这个车不能躲？完了！我被电到了。好，拜拜。刚刚被那个触电。触电？有人丢电击啊？射到你！好，再往前。你先回个血吧。我在跟他那个姑娘回去。等一下，我觉得你那里好危险。应该不会，因为现在火力他们在吸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啊，星巴也很危险的。在这里了。好。快复活！快复活！你要平台哦。他丢我们这边了。大阶梯，阶梯在哪里啊？哎呀，有这么好的地点，我也要站的。哇，至少有十字耶！嗯，
超多。这时候如果我有多点炸弹就好，我刚才不应该全部用光的。哦，好痛！这是有炸弹，哎！没有炸弹，丢一些炸弹好了。不要吃我了！好，那先来救我一下。你在哪？那小龙前面。有人说那个大阶梯是最好的，最好那个最高点。哎，我喷出去了，可恶！现在所有的敌人都在攻击我。有掩体的话是比较不担心，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血。可是这边又没有这庇护点，我要怎么躲？先复活再说。弹弓人。谁可以下来一下？我在你们下面。防线要分两，防线要分两道哦。在这个楼梯的话，你要不要再后退一点？弹弓人。哦，没事，你不了。可恶！上面已经没有那个遮蔽物了。啊！你快要满了。而且我该采取一些激烈手段。哦，狙击手秒我，然后在原地复活。他会复活。我有放那个平台，所以我倒下后还可以复活。熊掉个补血。我没有补血啦。有啊。我掉了。不然说我真采取激烈手段。有卡枪，那个没有办法发射。我先把那个弹弓干掉，剩下的敌人交给你们了。如果有用弹的话就好办多了。感觉我们都是用死命抵抗的方式。对啊，我们都是用堆尸体堆影的。感觉好像没什么计划性，因为而且观众一直给我们那个建议。不过还是要团队合作。接下来是打什么呢？现在还有时间。It's where the infection hit hardest, to the point where no one, not us, not LMB, not anyone, could hold it. Now it's a no man's land, full of people willing to take their chances with the virus to get away from the factions in the streets.
And what happens behind those walls? Well, very little of it is good. 再换回来吗？没有啊，因为我刚刚，我刚刚后来拿 MEA 打，然后一直死掉觉得烦了，就拿 MEA 打。太重了哦。没有哎，就打，拿 MEA， 就打几个，这样比较不会死啊。难道你们希望我换跟那个原本一样火力型的吗？Now it's a no man's land. People are willing to take their chances with the virus to get away from the factions in the streets. And what happens behind the walls? Very little of it is good. Agent, we recovered some CCTV footage. 先回补吧。然后等一下就要去升等啊。Makes me more determined than ever. Mark my words, this ain't the whole story.为什么大毛队家那种很胖的那种？这里好像是我们刚刚经过那里，对不对？你们没有直接传送。啊，看完了。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